这里是最美农舍，我是圆圆。咱们那个小乐乐呢，我之前说了想带他上陈院长那去，刚才也给陈院长联系过了，陈院长这会儿呢在那边等着了。嗯，咱把乐乐带过去给他看看，因为我感觉小乐乐周边那个地方长到嘴那里了，还有他那个眼，不太放心吧。到那边咱看完看看是需要给他们住院治疗还是怎么弄。我老感觉搁咱们这边的那个医疗技术确实是跟不上，光打针的话效果太慢了，我怕耽误时间长，别到时候有什么不好的事情。还有就是咱家的小七月嘛，年龄越来越大了，我今天想着把他一块带回去给他做个检查，因为自从入冬以来，七月的精神头不知道是因为他的年龄大了还是怎么回事，他就老爱睡。一天到晚吧，他睡觉的时间比较长，几乎就是说不活动了。因为七月年龄也大了嘛，还是去给他检查检查吧。检查完至少咱们能放心一点。而且七月脸上，包括他这个眼周围，今年哈，我就感觉今年就突然间好像变得更多了。这会儿呢，东西也都收拾的差不多了，走，大姚。那个带过去。陈院长在吧？陈院长在忙呢，我们在这稍微等一会儿吧。他怎么了？你看看，很厉害。要不然，所以说不放心，搁那边光打的铜面，我感觉不大好。他的嘴，而且他额头那点儿全都是的。饮食怎么样？饮食不大的。也不大好。他的整个状态都不好。可能测测不出来吧，你看不快都测不出来，因为他抽。对，有点抽。这种是不由自主的抽搐，24小时抽，有可能是全面后期的，就是全面好了，落下后遗症了，就这样的。那这么好说？因为这骨髓买下来的。但是你要测的还不一定能测出来，有快度就测不到。他吃饭各方面也不太行，而且这个小家伙的状态一点都不好，他太老实了，一动不动，而且他还是个小公主，这性格和他一点都不像。年龄倒不大，啊，看牙齿的话年龄倒不是很大，但是他这个脸上还有腿上额头那点全部都是的。还吃东西吗？吃的不多。吃的不多，狗粮不吃，我给他吃的面条，给他长点青菜，长点肉之类的。单纯的皮肤病啊，它不会影响他其他的，他状态不对。你看他状态不对是吧？考虑提前给他什么抽血看一下，可以内脏这个可以，你看看就是说哪点不合适，该怎么弄就怎么弄。走路就异常是吧？他走路他也不太愿意走，他的状态我觉得都非常不好。你看看，就是该做的检查你都给他做。后边考虑放在这治。啊？你考虑是放在这治是这样？放在这治，如果说你说需要放在这的话，就放在这。我建议是放在这。放在这的话，就放在这。下午能治疗的话，还得剃掉，嘴上都得剃掉。我们俩也是的嘛，也是刚开始也是这样弄的，但是他太反抗了，弄太疼了，他不愿意。俺两人嘛也有点不太敢弄，下不去的时候有点。抠的他缓不过来，先给他做个检查是吧？管，先说提前看看吧。管。看指导怎么样？做，行。然后他起名字了吗？乐乐。穿越器给他们测过吗？测了。都没有是吧？对呀，穿越器他早上测了，还行。他多少？有十斤。那你说他清理的话，还要打什么镇定剂之类的？不是，多抗拒就镇定。他不抗拒，但是我觉得用镇定剂别不管，他的状态不太好，最好还是别用了。咱就几个人给他摁着吧，他要实在太那个，行吧？
刚才抽完那个腿上的。是腿吗？啊？不是腿吧？好像是。那是哪里的？嘴上。对对对对对，我看的是。他要不好，要不然就先给他打针。嘴巴先不清了，那能管吗？管，先就是先救他命的。行行，管。哦，管。管什么？就是先暂时先不清，我觉得他这个状态不能清。正常的小于十，他是150，就高150了，就爆表了，他就重度的感染。感染的话，主要就是细菌性的感染。他和这个血常规啊，他是相辅相成的。为什么呢？血常规搞得不是很厉害呢？如果他搞到一定的程度啊，就是肝的时间比较差，免疫系统啊，他就没有那么活跃了，对吧？就是刚开始可能会很高。然后免疫系统它就是说一过度劳累的话，就生成不了那么多白细胞，可能还会下降的，就重度感染以后可能会下降。但是好的地方它没有出现贫血，红细胞还在正常范围。生化的话也是符合它这种阴阳不良恶病质的这种指标的，一个就是白蛋白低，阴阳状况差，然后转氨酶就是肝脏指标高。还有肌酸激酶的话主要是肌肉的治疗，你看它全身的这种溃烂，肌酸激酶也会升高，总的肝肾功能还是正常的，还没有异常。那他现在就是说能影响他的生命吗？暂时应该没问题，暂时对，但是你要说突然走掉就不太可能。那小严就做好小严呗，不要给小严也行。那就现在先给他那个改打，先消炎。消炎补蛋白补能量，就常规的这种。对，我想跟你说的，他上厕所他大便可正常了。正常就行。大便还行。如果一旦拉稀的话，不太好。一旦拉稀不好，拉稀的话，它细菌会通过肠道进入血液循环，然后进入到心肺，那就会有肺部感染和心肌炎，那个的话是主要导致死亡的原因。那今天先观察呗，开吊水呗。行，开吊水。那今天都不清理了，先你看他该开个什么针，你给他开。他应该就是说炎症高，然后免疫力低下，对吧？对。行，那你该给开什么药，你就开啥药。该给他打，你给他打。蛋白，然后就是补能量、补水分，然后补离子。嗯。那他这你说要住的话，那大地得一个星期最少吧，5到7天吧。如果稳定了，再回去住就行了。行，乖。